运声铃响，近几年人气急速飙升，代言活动、节目通告邀约不断 ，IG 也累积了180万名粉丝追踪。不料近日他上节目时却惊爆健康亮红灯，铃响坦言因为工作的关系长期有憋尿习惯，导致经常感染尿道炎，还自嘲自己是泌尿科常客，每3个月就必须去看医生。他坦言因工作压力累到抵抗力和免疫力系统下降，某次忍痛忍到不行才去就医，检查后才惊觉细菌量高达95%，正常人只有5%，已经是严重感染程度，连医生也惊呼怎么可能有办法忍成这样。对此铃响无奈表示，由于工作忙碌没办法积极配合治疗，再加上经常不定时吃药，才会导致严重感染。他更透露其他啦啦队队员包括慈妹、吴以轩等也都有相同困扰，让粉丝们十分心疼，希望女孩们都要健康啊。Bye.